他有一个习惯，他每天都会去绕城，绕恒春的城，从北门、东门、南门，然后他每天绕城的时候，就是他行军祷告的时候。伊若看到同事还是病人有艰苦的时阵，伊比伊个较艰苦。玛丽娜，芬兰宣教士，1967年来到台湾，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基督教医院担任护士工作。一待就是30年，从恒春人口中的马小姐，到如今许多孩子们都要喊她阿嬷了。但是对于40年前的恒春印象，玛丽娜依然记忆犹新。以前有很多病人，因为都住在病院的对面，都介绍病人来到关心医会做礼拜。从玛丽娜流利的闽南语可以看出，她对台湾乡亲的用心付出。曾与她共事的恒春人说起心目中的马阿姨、马小姐，就像是亲近的家人般熟悉。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其实有很多的人默默地在付出他们的心力。那么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位来宾，他是远从芬兰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在台湾生活了有30多年了，从马小姐被人叫做马阿姨，到现在很多人已经叫她阿嬷了。她是第8届医疗奉献奖的得主玛丽娜。马阿姨你好。李小姐你好。我们知道你在台湾已经生活了30多年，而且你付出了非常多的心力哦，为台湾很多人在奉献牺牲。不过其实你已经退休回到芬兰有10几年了哦，这次你才刚刚回台湾来，这次回台湾为什么呢？我在芬兰做少年台湾的朋友，特别恒春基督教毕业同工第一代基督徒，我应该来看一下，甲安尼个会当甲人做伙讲话，会当甲做伙规那礼拜时间做伙生活。你觉得恒春有没有改变？恒春以前草啊厝，人的生活较无同款，即马哦大楼的厝少，这个有真水的路线改变真大。你当初来台湾的时候，恒春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哦。那个时候是几年啊？刚刚40年前，40年前的代志，我伫恒春开始上班。哦，很久以前了耶。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在芬兰一个小姐过得好好的，要到台湾来呢？很辛苦哎。这是。我感觉我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我的妈妈、爸爸是热心活泼上帝，甲安尼，我的爸爸本来是真爱做传教士的工作，海外传道的，总是伊的，伊是大后生，甲安尼，伊的妈妈、爸爸可能较无欢喜，互伊来，总是安尼，伊祈祷是用电脑手术囡仔，互伊爱一个人的来做传教士，伊已经。我伫巴肚内面奉献互相的，可是你自己有感恩吗？我迄个时阵祈祷，主耶稣祈祷，我爱为着海外团队工作奉献较济，我会当用较济钱，10分之一尔尔。总是你若爱我留伫芬兰，爱甲我讲真真做，总是你若爱做。和我做海外团队工作，安尼我去做礼拜，我安尼伫芬兰，因为是基督教的国家，礼拜堂较大间，较侪人伫遐敬拜上帝。安尼有拄拄对非洲来的传教士，伊是嘛是牧师讲道，伊讲道煞喘气一下，甲安尼讲，总是我有特别的感动。今仔日伫礼拜堂的内面有一位人，你的钱伫上帝面头前无够伊啊！你奉献偌济无够，你爱奉献你家己做船海外团队的工作。哦，我惊一个，应该是对我讲的话。啊，安尼过一暗，我拍电话给阮的云南的姐夫，问，安尼恁敢需要船
海外团队工作的护士，我会当得到迄个 application form， 甲安尼开始慢慢啊准备。啊，你的姐姐两个也都来过台湾嘛？已经不来过台湾，因为我大阿姐是1961年来，甲安尼伊是老师，伊较侪做囡仔甲学生个工作。我的二姐是牧师。安尼，伊1964年来，三个女儿都离开家乡。阿丽爸爸妈妈有就唔甘就舍不得不？哦，真奇妙，一个到底真欢喜，一个祝福，真欢喜哦。因为因本身有奉献的心，因感觉上好是照上帝意思来行。不过其实差派来到台湾的宣教士并不是很简单哦，因为你们没有办法常常回家，也没有办法联络，爸爸妈妈也没有来过台湾。因一直说没那关的感动来到台湾，因为是了解，因为不晓中国话，因为奉献那个字更加会晓中国话的人，会当甲人介绍福音。因我是安尼感觉，因受过天主，总是真感谢俄罗斯的有关的父母。从寒天地冻的芬兰来到四季皆夏的恒春，30年来，玛丽娜顶着无数个艳阳天，走遍恒春各个乡镇，汗流浃背的到处探访。尽管玛丽娜满是对这一片土地的爱，但是初来乍到的她，面对文化差异及语言不通的窘境时，却也不免感到孤单与挫折。而此时，圣经就是最能够安慰她思念家乡的心。在爸爸妈妈的祝福当中，马阿姨玛丽娜呢，她就孤单的只身来到台湾，做很多服务，也为神来做掌灯的人。但是当然一开始的过程并不是那么样的顺利。你刚刚来到台湾的时候，你对台湾不了解，对不对？我记得我头一次去探访人，甲安尼台湾人真客气，真亲切，安尼因摕甘蔗给我食，甲我甘蔗来吞咯。记个，甲安尼讲，哎呀，我袂安怎吞？我二姐伫外边个，我细声甲伊讲，哦，袂安怎？我无法度通吞，因为感觉吞袂落。吓死他们了！我跟你说，不用吞。因为伫我个国家无甘蔗，做些好笑个代志。你要吞，你是怕拍谁？对不对？人家请你的，你想要把它吃进去。东西我也要拍出来。其实你来这边刚开始语言也不通嘛。我头一开始做礼拜，我拢听无。我而且在外边啊，伊甲我讲吼，官夫人来讲耶稣，哦，还是中台语是耶稣。安尼念念，拢听无。我伫学校的时阵，老师甲阮讲一个，譬如安尼讲吼，恁有传教士开始传福音，甲安尼讲啊，伊的意思是讲耶稣教世人，到底传教士讲耶稣教世人，哦，安尼就大家人足惊的，我无爱信迄款的人，伊是。假死人，哈哈哈哈哈！大家难过，我就好笑，挺好笑啊！你觉得台语最难发音的是什么？哦，台语的发音是白的，甲安尼，因为那讲唔对的，安尼实在意思拢无相像。我觉得你讲的台语实在太棒，就认等，不像我还讲不好，你真的太厉害了。所以你学了多久啊？我学了台语学一年半，对对，一年半，一年半就讲得这么好啦。哇，太厉害！你在台湾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生病啊，
或是吃东西不适应啊。三十年中间挂老塞一届而已。啊，身体好，可是心里呢，会不会觉得很孤单？因为很多宣教士都是全家、太太、先生、小孩一起到台湾来，你就是一个人而已。我这半半也是在真孤单。我会记得我，因为我拄拄读台语一年三个月，我爱去教台配偶。因为伫遮有一个传教士，伊是美国人，甲伊是护士，做特别做麻风病的工作。我伫遐三个月的时间，无伫遐无真济外国人，个台湾人、病人差不多拢是台湾人，也是外省的，总是话语袂通。那你很想家的时候怎么办？迄个时阵是下坡，因为迄个时阵较无机会通定定拍电话，亲像囡仔是有手机、有电脑，总是迄个时阵无啊。你妈妈下坡好厉害哦！乖妈妈差不多一礼拜下一张坡，伊喊你关心。哇，那你在台湾的话，你这样子一个人到现在都单身哎。你是立定事项就是要单身服侍吗？我唔知影为什么上帝安排安尼，总是我感觉阮阮啊是上帝好嘅意思伫咧，因为我是迄款嘅人，我专心爱做工作，我那个有先生爱家煮饭顾囡啊，可能无法度当专心做工作，甲上帝有安排，我有真。好的干女儿、干儿子，因拢会当即马甲因联络，因的爸母无信耶稣，安尼我会当常常替因祈祷，甲因即马拢信耶稣，甲本来出世的佛教的家庭。所以你有很多的儿女是干儿女，很多的儿女。可是你就岁啊，就爱心啊，你年轻来台湾的时候。难道没有人给你追求？一定有，因为是台湾人，真关心，不论是家己的朋友，个完全告诉，甲安尼因一般般也问，甲袂当做阮的新妇，总是我，笑一个我甲因讲吼，我可怜，我的脾气较无遐好，我无法度当做台湾人的新妇。因为爱注意听别个人所讲的话，因为因无机会通去到学校学，我用简单的英文。妈妈，你今日爱食什么款的菜？用台语的罗马字，安尼因会晓背，慢慢啊念。宣教士玛丽娜将一生的精华岁月奉献给恒春，也见证了台湾的社会变迁。从早期致力于台湾儿童及病患的照护，一直到台湾经济起飞，大量的青壮人口从乡村外移，细心的玛丽娜发现农村里许多老人孤单度日，于是她将关怀重点放在独居老人身上，将喜乐与祝福带到他们的家中。那个时候台湾还很穷的时候啊，其实你当护士要照顾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病人，那其实你还去帮助过很多很多营养不良的小孩子，对不对？你有看过很多小孩子生病因为吃得不好吗？我会记得有，因为拄拄第一届来到台湾那个时候经济较困难，也不是真足现在台湾的吃面方面是丰富的，有一个家庭在乡村的庄稼的所在，
也不知道，我不记得他们妈妈爸爸在哪里，都给阿妈照顾，这样他们实在没钱，能买牛奶粉，这样牛奶粉可能是比较贵，这样他们用那罐的煮米，这样那个煮饭的时候，那个水喝你喝，米汤，这样盐用不够，这样是已经一岁半，安尼四公斤，还是四公斤半，我袂记得。安尼一直哭，一直哭，肚巴肚总是拢哭出来，甚至伫非洲看到伫电视的内面迄款的摇摇的囡仔，足可怜。安尼黄大夫瑞斯洪干的迄个时阵做医长。做医生，安尼伊甲我建议，我敢会当伫阮家，我会住，甲伊照顾一段时间，甲安尼人慢慢来用牛奶互伊食，甲佫用的食物，安尼伊，我日时我上班的时阵，出来伊到诊所，甲安尼每时伊伫我厝，安尼伊差不多前两个月中间进步足侪，开始笑。甲安尼个慢慢啊开始行咯，因为拄拄来时阵伊无法度当行咯。安尼真欢喜，以后向伊阿妈，阿妈嘛是足欢喜啊。迄时阵就这人就算就没有钱，可是他们你给他喝牛奶，爸爸妈妈也没有钱给你啊。迄没有关系，因为阮应该这不是我的钱，该因为阮全教书做伙。用钱来陪着在三乡的家庭，实在在台湾无人要有物件当食，总是营养无够。有迄款的家庭。你来台湾这么久吼，你都没有为自己的孤单哭过，可是你有为一个小孩哭过，对不对？我现在细汉的囡啊。查甫囡仔差不多两岁，伊烧着，烧着，对，差不多规身躯，也是换是一边拢烧着啊，甲安尼疼，真厉害，关键的实在传染以后，无法度当治疗，紧紧带伊去到屏东，去到到病院，甲我迄个时阵会记哩，因为阮是诊所娘娘伫恒春。我抓伊到屏东，去到高病院，甲安尼关护因子，甲伊照顾，甲可怜屏东去到高病院立一半，甲关立一半。伊底下几那个月，可能特别半年，因为嘛爱改开刀 ，remove skin and。哇，才两岁要做大手术。以后伊好起来，甲安尼都等来，伊个妈妈个有心，得着上生个，这个是查某个，这个是查甫个。因为因本来是五个查某囡仔，安尼是一个五个烧着，安尼感觉较可怜个家庭，因为因无家己个田，因甲隔壁个田做工，甲安尼我感觉工人个钱，迄个时阵无偌济，安尼。大家庭吃饱无可能会当食足营养的。安尼以后我去教因家，我问迄个查某囡仔两岁，即马又见特别三岁，伫倒位？因讲因为因的见识困难，因袂出去。我一个做事人的家庭，自己的女儿被卖出去哦。种伤心的，我对因受气，我感觉，你就受气哦。因为我实在感觉应该无安尼做，因为我嘛无够关心，我嘛责备我家己，为甚物我无较细去到因的家庭，看因的情形，因为应该连牛奶粉，我搁买会起来，总是我拢唔知影，因遐呢。因为应该囡仔在家己的爸母的身躯，
的边啊，因为迄个时阵迄个囡仔可怜五岁，甲安尼卖出去，我知影伊到，知影伊敢无法多登去个好好，还是倒位，因住址无好我。嗯哼，啊，那你生气问这个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卖掉女儿？他们怎么回答你？因讲因无钱，哦，因无钱，因需要钱，所以你很痛心哈、哦。我迄个时阵是在做伤心的，我去告别伊，哦，你知影要安怎，我是才哭出来。哇，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要让蚂蚁非常难过，因为。真的自己有时候也无能为力，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家庭真的都很穷。那其实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台湾还有麻风病的时候，你有到澎湖去照顾过麻风病人。可是麻风病在那个时候一般人是不敢靠近的，你怎么敢去照顾他们呢？麻风病研究的医生伊讲会免惊，迄无爱较侪时间做伙才会传染。总是我是只有。说他们的工作跟他们教他们怎样在家里照顾我他们的药啊，这样比较不用怕，总是像是像母亲生活做伙，还是阿嬷常常抱孙啊，那个时候会传染，这样我都不怕，跟麻风病的药啊，今天是那个时候也是已经很好的那继续在药啊，真紧就好起来。所以你就这样去了，真的很勇敢。而且你去的时候，为了要让他们知道你是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不要防御你，你们还不能戴手套哦。无，为什么呢？因为因较知影，我袂惊因安尼感觉甲有亲戚的关系，甲安尼我拢唔捌得着什么毛病，所以困伫我身躯。他们真的因此就比较接受你了吗？如果你戴手套，他会怎么样？因可能感觉哦，伊一再惊吓，那是对麻风病研究的，是咧澳大利亚来的医生跟我讲，最好是你无挂手笼。那后来台湾慢慢麻风病也比较少了。总是我会记得1985年，以后拢无新的麻风病的病人。所以其实这些宣教士来台湾就是来治疗了很多这种台湾早期一些恶疾哦。可是除了治疗人的身体之外，其实蚂蚁你们很特别的是你还去照顾人家的心灵，就像很多独居老人后来也变成你很关怀的对象，你怎么会想到要去照顾独居的老人呢？因为台湾的社会改变真紧，进步真多，甲安尼大家人现在上班，甲囡仔拢伫学校，老人拢伫厝里孤单，无人甲因照顾，无人甲因做伙食饭。安尼1989年，关啊拄拄收到法牧师娘建议，要做伙设立老人中心，拜日甲拜日，关伫遐有节目，扭血压，甲因服务做伙运动，甲老人会当讲因的。因安怎做人的心腹，因为迄个时阵无遐尼简单。随着台湾人口结构的改变，玛丽娜看见许多远嫁来台的菲律宾配偶在恒春落地生根，然而文化及语言的隔阂却让他们时时感到强烈的孤单与无助。From the Lord, that God's give you the big and great love.To take good care of our Filipinos, especially from all the sisters that they have a trouble in their life. Really, I have seen that you take good care of them and you always pray for them. So I was so glad for you for all these things. 感同身受的玛丽娜依着自己的经验教导他们闽南语及婆媳相处之道。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在地生活。妈妈，你今日爱我，可以煮什么菜？也因着玛丽娜的付出，现在已经有许多外籍配偶展开美好新生活。其实蚂蚁不但是照顾台湾人，照顾台湾的小孩，照顾台湾的老人。其实你后来还有一个团契是照顾外国人的哦。因为菲律宾
人为什么来到台湾？有习惯的人来这里赚钱，因为菲律宾的经济较困难，因来这里做工作。总是阁有习惯的人，台湾人娶菲律宾的人做因的太太、娶某，外籍新娘。总是经过某人，因实在无熟悉较久的时间，因为因去到菲律宾，因两三天伫遐。安尼，因经算什么人做因的太太，甲安尼做因倒当来，安尼话语未通，有足些困难，风俗习惯无同款，宗教无同款，个特别是话语未通、嗯。所以他们是有什么样的机会会来到你这里，让你知道他们的处境呢？我听到因住伫倒位，问别个人，甲因有时来好白伊。和医生看，安尼我拄到台湾人，对遐个菲律宾的新娘伫遐，安尼我问别个菲律宾人住伫倒位，甲谢牧师迄个时阵是现场去到交朋友团多人，伊嘛真欢喜，会当帮助遮菲律宾的新娘，因为因真孤单，甲安尼我真欢喜，因为当一出来甲因帮衬，甲以后，阮设立菲律宾的新娘的团结。甲圣诞节时阵，实在种老热，我会记得两年后圣诞节时阵，因嘛带因的囡仔来，带因的头家来，甲有一百外菲律宾人已经来参加迄个圣诞节聚会。菲律宾的新娘多半会出现的问题，其实你刚刚讲的就是像。因为跟丈夫认识的不够久嘛，对，哦，然后语言上的不同嘛，对，对不对？所以他们其实来到这边有很多的受到很多的苦，那你怎么去安慰他们？要教他们该怎么办？对，这方面我安尼想，因为我是外国人，我了解，我跟他讲，我来到台湾，我连一句的台湾话会晓都无，安尼。总是我慢慢啊学，因为爱注意听别个人所讲的话，因为因无机会通去到学校学。总是我用简单的英文，妈妈，你今仔日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today？ 妈妈，你今仔日爱食什么款的菜？安尼。用台语的罗马字，安尼因会晓背，慢慢啊念。拼音拼出来会讲台语。因为因知影英文的意思是甚物货，甲安尼阁有，迄个团结时阵，有时长老教会的牧师嘛来甲伊教。总是我伫厝里谈风的时阵，会当用简单的甲伊教咧，甲安尼因的阿妈嘛欢喜，因为我甲因的阿妈。因的婆婆讲，因的大家讲，安尼恁看，恁的一般般爱晓念，伊念唔对，安尼恁改改一下，甲安尼用较客气的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today？ 你今仔日爱我，甲你做甚物款的代志？安尼，我是有慢慢啊，大家当。接受迄款的心，不有心，心的态度，甲伊做伙，想尽些办法。我感觉这个拢是对上得来的智慧，甲因帮助。所以你不只教他们语言，你还教他们台湾的文化，是婆媳相处的方法。是，当时我为着安尼是感觉这是真好，因为我会当用我了解因的大家嘛是偌困难，因为。听无因的心腹讲什么话，我当用台湾话甲英文伫因的中间做一个翻译的人。不过因为你也看到很多的冲突发生哦，像有些菲律宾新娘刚来，可能没有办法符合这个家庭的意思，可能丈夫喝了酒会打她什么。你有一次很生气的去找那个婚姻仲介所找他们理论哦。有啦，我有时实在
啊，就多多大我比起比起遐尼拜我对每个人足受气，因为我感觉因较有因应该那做每个人因爱我责任，嗯，介绍好什么款的人，因为十九岁的囡仔、十八岁的囡仔，加十四十岁的饮酒的人，安尼我感觉因拢无责任，有迄款的每个人。甲有时在菲律宾人嘛无得着遐侪钱，因为每个人真贪心，得着因的钱。我袂惊伫电视啊讲出来即款的代志，因为每一个人爱有良心，爱想人病的人，甲安尼做好病的因的病干，总是因得着钱安尼，因无责任。他们怎么回答你？因讲，因本身是爱，因互因自由。我了解人真爱贪钱，嗯，拢是因的目的是贪较侪钱。嗯哼，但是你的付出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啦，因为你后来听到很多的外籍新娘来跟你说，他们的婚姻有改很大的改善，对不对？对，我这届来到台湾，我已经参加菲律宾的团嘅，就是来搞满咧。安尼讲，哦 ，Sister Lena， 关心我怎么拢无同款，关的阿大哥大哥啊，对关足好诶，关去参加一个家庭诶聚会。嗯，安尼有一个蜜啦，伊伫讲，哦，我伊个头家起码对伊足好诶，伊已经上班，拢真好势啦。甲安尼，因个囡仔已经读国中，哦，甲安尼伊个。阿妈，伊个大家讲，哦，我的心不足乖，真有顺服的心，关注有甚物会讨好个关服侍，我足欢喜个，足欢喜个，我实在感谢上帝恩典，因为当即马几十年后，看因个家庭实在已经有联合做伙。甲因有自由，通去参加教会聚会。我有一届做登记的时阵，我硬菜给我妈妈吃，迄是我唔是阮社会人的咧。你妈妈讲，哦，丽娜，你是不是已经感觉我是遐细汉，我是囡仔型，你爱甲我吃菜？我咧讲，妈妈，我即马了解我是用中国人的咧友好你。宣教士玛丽娜服务台湾乡亲三十余年，如今已经退休回到芬兰，尽管至今依旧单身，在台湾也没有任何亲人，但是对玛丽娜而言，恒春的朋友就是她的家人，而恒春也是她另一个故乡。非常的想念干妈，对，因为平常最多都只能用电话跟她联络，然后知道她来台湾非常开心，我们很想念马阿姨对我们的拥抱。我希望干妈这边回来台湾，可以当给我吃好。再次回到住了三十年的宿舍，尽管景物依旧，却已人事皆非。我今日有真侪大家参加因的订婚礼、结婚礼，啊，因即马甲孙啊做回来，安尼恁看，四十年中间，有改变足些。其实你想想看哦，你从刚来到台湾，去为这些面黄肌瘦的儿童喝牛奶，然后去为麻风病患去清理那个长疮流脓的伤口，然后就去服务老人家，到菲律宾新娘团去。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已经交了很多的朋友，你已经把这边当成是你的家了。嗯。可是突然你要回到芬兰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很舍不得啊？不简单，因为
宣告书常常讲吼，因是偏有人的国家的人，我安尼讲感觉，恨春是我的故乡，沙波林啊，伫芬兰是我的故乡，有两人的闽南边缘人，我那伫芬兰我少年恨春，我少年台湾的朋友，我那伫台湾我少年我的芬兰的朋友甲我的亲戚，总是天国。是第三个国家，安尼伫遐，唔知呀，要吃中国菜还是要吃西餐？嗯欸、你回到芬兰以后啊，蚂蚁，你有文化不适应，对不对？又 have culture shock， right？ In Finland， 因为一半变中国人，一半变中国人。我有一届做登记的时阵，我硬菜给我的妈妈吃。那是我不习惯社会人的嘞，你妈妈说哦，蕾娜，你是不是已经感觉我是那么细汉，我是囡仔型，你爱给我吃菜？我咧讲，妈妈，我起码了解我是用中国人的嘞友好你。啊，你讲电话啊，常常讲到闽南。对，啊，不然那个菜几时啊有电话来，甲我。给我讲，现春记得交爸伊个电话号码。我妈妈甲我讲，妈妈，讲安尼恁因可能听无，用湖南话甲我讲，哎呀，足真济好笑个代志。总之我感觉吼，风俗习惯就是在因为湖南有改变。嗯。人伫迄边嘛是孤单，因为即马较济。无论是参加嘛，无较侪大家庭，拢是两个人、三个人。以前国在人三代做伙，因为我嘛是参加的人，三代做伙，我感觉囡仔是真正有安全感。总是即马囡仔对学校都当来，因爱挂锁匙，家己开门，个人伫台湾嘛是同款。嗯哼，安尼我感觉这是实在大问题。蚂蚁，你刚来台湾没有多久的时候，其实你父亲就过世了，对不对？嗯。所以你那个时候也因为有公务在身，然后也没有办法飞回去奔丧。嗯。所以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回去可以照顾妈妈吗？嗯。你会不会觉得至少在尽孝道上面你比较有安慰？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怎么回答，因为我感觉因为我的妈妈是第一天主。伊无爱我，伊也先过边啊！我都等起，我妈妈佫讲：“你是不是为着我来？因为你若佫有身体健康，你会当佫伫台湾团福音，因为有别个人会当佮伊照顾。”啊！年纪都这么大，他还叫你再回来继续服务哦？就讲你讲，乖，你会已经遐大，乖退休。他好可爱哦！我妈妈实在真疼主，甲安尼伊为着台湾人嘛，常常祈祷。到迄个时阵，你觉得台湾跟芬兰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境外方面，台湾人是较爱做伙，总是阮县外人拢。一号一号，差不多即嘛是算起来 1 million。嗯嗯。Finnish people live alone。嗯哼。因为阮兄弟姊妹是七个，总是阮无独独，甚至我无结婚，我家己一个人住。嗯。迄是阮的风俗习惯，那所以无结婚，家己一个人住。可怜阮袂。袂晓甲别个人做伙，虽然阮每一日见面，甲阮妈爹爹去探访、做教会工作、各做甚物话，总是都当来是爱家己一个人的，感觉较有自由。唔知影为甚物，总是真侪老人感觉因足孤单的。台湾人厝边隔壁人，我住伫台湾的。屏东住伫东屋的厝，我住伫四楼。隔壁厝边人真关心我，因感觉我若无倒当来过年，所以好事我甲因讲一下。总是伫芬兰无同款。即马我来
都等来一个月，安尼我甲隔壁厝边人讲，恁的面囝我伫倒位，因为我要去台湾，我伫遐一个月。总是普通，较无啥关心。嗯嗯嗯嗯，我感觉迄时实在真可惜。嗯嗯嗯嗯嗯，总是我有真侪老人的团结伫我的故乡，伫沙漠林啦。嗯嗯，总是人需要。那是身体真软弱的时阵，需要继续有一关的人在因的身躯边，会当给因安慰。所以现在你在芬兰都在做什么？有家人陪着你吗？很多亲戚吗？我常常兄弟姐妹嘛，做伙组织，因为我拢有都当来到我的故乡。嗯。因为无偌远，我住伫几十公里。对，阮所住的所在，安尼会当常常做伙。总是，阮常常伫教会有活动，各国去运动。每一礼拜两届，因为拄拄有迄款的、老人运动的所在，对我的厝行路十分钟才会到。嗯，我去两届。一点钟拍拼运动，实在一直流汗。其实马阿姨到现在身体还是很好哦，差不多可以晒。所以现在也常常欢迎你，再常常回到台湾来，这个你心目中的家乡来跟我们一起做会。啊，马阿姨说她最喜欢吃的是水饺，如果你碰到她的话呢，可以请她吃水饺。最后，我们要请马阿姨，可不可以跟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说一些你想跟他们说的话？我最希望上帝大大祝福台湾的同胞，每一个所在，搁较侪人会当认捌耶稣的奇妙的听，因为迄是耶稣基督是关心。是够永远的，伊为着台湾人，为着每一个中国人，为每一个世间人有陪伴永远的福气的所在，叫做天国。嗯哼，是拄着耶稣基督以外无路通到遐，甲安尼我真希望我会当甲真侪中国人一只永远食中国菜。哇，今天请到马阿姨再回来跟我们聊聊天，不知道你有没有很大的感动？在台湾其实31年，她走遍了恒春偏僻山区有32个乡村部落，她在这里不但是爱护小孩、呵护老人，也守护外籍新娘。芬兰是她的家，但她说台湾才是她的家乡，尤其是恒春，她是恒春医疗的守护者，也是我们的台湾阿妈。谢谢你，谢谢你对台湾的付出，也谢谢你常常回来要跟我们在一起做会哦。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有很多的基督徒家庭，他们自己领受了上帝的爱，不是说哎呀我们这一家人过得好好，过得很平安啊，过得很喜乐，就如此这般，反而是领受了之后用爱来照顾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快乐的成长，平安的成长之后，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出去把这番爱扩散出去，帮助那些需要的地区、需要的人、需要的家庭。玛丽娜，这位芬兰的宣教士，这位在台湾第8届医疗奉献奖的得主，就是在这个家庭中成长，而我们真的是佩服，佩服在过去有很多人帮助我们，而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人愿意出去宣教，而且在各地宣教，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就是领受了上帝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报复。我们接受他的爱之后，我们自己因为爱而膨胀了，愿意出去为别人做事，把爱传出去。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了，我不知道你的家人里面有没有孩子
是基督徒。我希望你真的从这些孩子的身上慢慢地感受到了上帝爱我们，爱我们的家，也让我们勇于出去把上帝的爱传出去。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借着玛丽拉这位宣教士她的见证，让我们感受到了有许多的事情，主，我们真的不做的时候我们心里会难过，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帮助人。我们看见这些宣教士在我们的台湾，我们也看见我们台湾有许多的人出去了，到偏远的地方，偏远的国家，或者到那些需要的国家去宣教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是用祷告来托住，托住这些家庭，托住这些宣教的人。主，在世界各地真的有你的爱，那个地方就会改变。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爱，也谢谢你差遣我们，让我们出去传你的爱。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为这些宣教的家庭，为这些出去宣教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你知道吧，短期的宣教已经很愉快了，可是如果你要埋身到那里，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意想不到的，因为神帮助我们开发那个地方，使那个地方的人真正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幸福的生活。我在莫桑比克看过一个人，一个女的医师，她的爸爸妈妈从英国来看自己的孩子，看这位女医师引以为荣。朋友，我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了，爱不是只是把它放在自己里面，领受了之后还要与人家分享，这才是真正上帝所给我们的爱。愿上帝赐福你。